即、这个就华硕，华硕的容量拢会较少。啊，我之前拢用 iPhone 嘛，即、这个我爱规划是安尼咧。即、这个要用植物园区啊，这财团法人面变异咧，咱后盖会使来参考。啊，就是即、这个是301、309伫遮，309后盖咧规划要用植物园，就是即个所在。啊，即片按算要。部分社会住宅，部分49组，第50组使用，农业园艺也使用。啊，所以咱合法中介业者呢，就拢会介绍这个相关的规定。这是中央社区，中央社区。这个按算中开一条路过来，已经在请铁门，要规划来开路。啊，按算伫这个较偏的所在。要去30号，去300号，这要看政府的决定。因为咱坡度30度以下呢，30度以下拢要做规划。啊，这嘛是因为目前是分管的阶段，分管阶段我是计划是为遮代理通行权先开为遮来，啊，遮出去就是中央，变成咱中社路的大路。啊，遮当然遮有个公车，货车站。啊，最主要是我爱讲这条。这条都爱声明讲，一寡穷友人，一寡穷友人，不知所以然，伊唔知影讲，这开路是爱根据政府的法令，一律走，所以咱即嘛用民法的代地通行权，去处理。啊，另外这个青草要有认知，这是药用植物协会的，中国药用植物协会这社团法人药中国药用植物协会。这会员提供，这理事提供给我了，我讲哦，哈，恁这要用真多啊，真多项，大家会使来交流啊，大家会使来交流。所以，咱台北市嘛有一个药用植物地的内湖啦，但是，咱这生态园呢，这么规划吼，规划当然各行各业都有啦。进前有一个朋友。